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举落爱家。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家呢？我们今天来到了台北市的林森北路，这边新开了一家零食厂，花了3个月装潢，总共斥资了3500万的装潢费。它就是林森超市店廖店长。今天下午3点试营运了，而且听说人非常非常的多。那今天是试营运的第二天，我们一起去看看会不会好家吧，出发。是1000块吧。这个可以。谁的？完蛋了。大概40-50块吧。以及库洛米的笔筒吧。这个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老，不行，它被挡住了。好，回来。这个，我刚才要掉了，下一个好了，它倒了。这个现在不知道是什么，可是我们来试试看吧。没。热饼到了，加油！算了，又不知道这是。出来一个。为什么？好辛苦的布丁哦。有了啦，好像比原价贵了，怎么办？布丁。好慢哦，好像不行。好，毫不留情。应该是可以的。看，怎么办？应该差一点了吧？应该差一点了吧？那你现在在吸那个夹？对，好，不上头。然后，我还以为要过半个，80，耶！熊抱个草莓熊鼻子。10块，我返回一层了。行李箱、文具盒。椰子水。
加了个节目。撤。那个骨头，这个有汗盾，不要走啊！啊！汗盾在后面，汗盾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还有。啊啊！应该要出了，应该要出了。嗯，哎呦，对啊，你要夹后面，然后去掉下来，然后夹后面会掉吗？夹后面就要去掉下来，原来是我爸爸，吓我一跳。你看啊，好。我知道了，要攻攻那边，看我的。等一下，我偷错了。我是直上直上没错吧？那爪子有点太大，不好瞄准。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应该可以再试试看。啊！哎，迟了一点点，可能要直上直下。你看，啊，上二楼，上二楼了。哎呦，哦，好可怕！来吧，猫咪。哎呦。啊。好吧。它都不动了。哇，再试个右边试试看，没有对到点吧？怎么会这样呢？老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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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走，下午看走。啊！出来出来，他的屁股，他的屁股。啊！加油加油！大袋子，我应该是捧不动。好吧，那算了。他那个一定要眼神弱到比较，可能就起不来了。对啊，可是这个不是长枪爪台，什么东西？啊！哎。为什么？他好像快要饱了，我看一下哦。他40块饱要不要？不要，可是我很
哎、欸，对。你那个你先不要夹，已经饱了，我知道。他们一次夹两个。我要香草。没办法了，一个就好。好，那我夹那个，夹那个。哎、欸，啊！怎么办？因为它掉了，它不粘贴，它就放开了。那我们香草本来想说。啊，算了，这心情好痛苦。哎，好像就三短啊，剩三秒了。啊，七秒而已，够够够！啊，有一包啊，好吧，一包就好了。嗯。今天有两台 K 吧台都关卡了。那个保鲜袋，它直接凸出来，如果捏到应该会凸吧？试试看。根本捏不到。有了啦，有了。哦，还以为。哎呦，没想象中容易。哎，为什么？哦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两个耶！那个要出了。对。内丢那一次，两个。好，我们赶快溜吧。有了吧？耶、yeah ！重拾信心。好，没了，信心没了。对。好吧，没了。可能会撞到。哎，莫名其妙出货，我刚想说应该没希望。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！刚好我们1000块也花完了，那我们继续结算，一共夹几样吧。嗯，那我们把1000块夹完了，一起来结算，今天一共夹到几样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1000块十二样，应该是有些地方太上头了。可是里面冷气很凉啊，而且装潢很漂亮，我觉得就当做是付租金在里面吹冷气看漂亮的装潢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去换我们的布丁跟冰淇淋，还有带大家参观他们的超市吧，出发！谢谢。
好，那除了像布丁界跟冰淇淋界，我们赶紧进去里面换吧。那边好像迪士尼哦，可爱哦。还有满满的汉顿呢。谢谢。